你吃啥？棒棒糖。给聊天啊。给了朋友。俺在村里，喊着我去那个，乡里边玩去了。中了。别吃那些糖不好。嗯，到了。等会儿你先给咱妈打个电话吧。打电话到了。我给他说点事儿。啥事啊？你打过去都中了，你拨过去。我咋有点？你突然间给他打电话干啥呢？一会儿你拨过去吧。好好的说哈。嗯。给我听呗。你想说啥吗？喂妈。哎。我小雷。嗯，干啥了？忙着了没？我忙得了。出摊了没？出了。出了。啊。怎么了？那个，你说一声，不是还差2万块钱呢？不是还了2万了？啊。2万块钱，10天之内给你发过去，给你发过去。10天之内。嗯，十天之内给你发过去。别瞧这年啊，我知道那啥回来呀。俺都这两天都回去了。儿子快点回来了。嗯，这几天爸爸年轻人都回去了。等妈你回来。那都挂了好吗？等好好快点啊。知道。啊。你咋能见着你爹妈说10天之内把钱还了？没有办法。你有啥办法啊？不能再出事了。解决完一家，再解决一家，一家一家解决，不能再解决了。先把钱给他，给了他，稳住他。啊，稳住他，那就跟他。先，我的孩子也得稳住，也是为了能让你的，能让我的，也是为了能让我的孩子能顺利的生下来。我说你咋了？突然间，爹妈说啥？抓紧把这事儿解决解决。这，哎呀，其实你这一说，我都感觉你终于靠点谱了，跟他长大了哈，再也不像是那小孩子了。是小孩子呀，我都20多了。你就说都跟那小孩儿似的。恁去镇上，我开车带恁去啊，还是恁骑电车去啊？吃完咱搁家了呀，骑电车去吧。让我看他。嗯，走。骑完了呢？走。不跟门口等着你了。